时间的转轮，转过岁月，转过动荡，转过沧桑，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孕育出强烈鲜明的人文色彩。思岛思明骨子里透着无穷尽的活力与叛逆因子，更结合了丰富的创造力，并发出无与伦比的戏剧效果。有动人心弦的亲情伦理，有难以置信的因果报应，有惊世骇俗的鬼哭神嚎，有匪夷所思的欲望纠缠，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。走进时间的回旋里，我们为您演绎出一则则充满惊异的传奇。掌握这块土地上的人文脉动，我们印证出绝对的天意。看尽繁华落，台湾风云起。阿伯啊，阿爸跟你讲哦，较早在拢石头啊路，你知无？遐阿爸去争取哦，阿伯啊哦，政府就来铺点啊加路，即马唔得遮尼好行，知影无？爱为人服务，知影吼？行。哎，哥啊，老张！哎，老张，嘿嘿嘿！哥啊，老张！哎，等你，托！无分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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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啊！嘿啦嘿！进来哦！哎，哥，嘿嘿，阿彪，来正经，啊，哥呀，正经！哎，哥呀，我也分啊！吃人吃铁，含粉也袂。阿爸，阿叔讲吃粉要从太多讲，卖吃粉啦。阿爸唔是咧吃粉啦，阿爸咧剥粉啦。剥粉嘛袂重啊。啊无阿爸问你，是老师较大，阿爸较大？老师大啊。老师大，无我问你咧，是校长较大，老师较大？当然嘛是校长大啊。校长大吼，阿爸嘛是长啊，阿爸是家长。阿爸多还是老师多？阿爸较多。等下。你讲这啥？啊，这都，迄天甲朋友出去山林啦。山林，让我去甲酒家笑，刷落去去嘛。哦，这台风着。你支付安尼开到遮济多，你甲我讲清楚，你啥意思？无诶，啊，查甫人伫外口社交应酬，开淡薄啊，较大方较好看嘛。我听你在遐放屁，你较贵哦。你真好斗嘛，敢去甲我占酒家哈？我看你哦，是久无收你体上啊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迄胖王点啊吼，伊搁量发贵啊啦！啊，若像这款查甫人吼，实在真正有够无路用的啦！笑，唔捌听着你，唔捌听过是？听某嘴大富贵啦，唔捌听着啊！哈！哎呦，好人家的翁婿，搁在大细声，真正下心下情，笑死人！哈哈哈！哇，你遐早啊，我咧甲阮翁啊，你是咧插啥水啊？你是看袂先笑，你是看袂先，你来看爸爸。哎呦，碧啦，你回来啊，乖。你敢开哦？无啦，啊，咱毋是讲好啦，囡仔面头前莫安尼啦，哦，嘿嘿。阿碧，阿爸坐你来这头吼，嘿嘿。你跟我讲诶，安怎？你是靠势恁囝，我毋敢对你安怎笑，你跟我开了啦。我知道，有啥代志哦？另外，伫遐房间啊，底只讲啊，吼。袂啦，即摆就甲我跪咯。我唔跪啦。你真好胆哦，敢甲恁祖妈哩一句来一句去。跪落啦。嗯呐。彭洪亮原名陈广亮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在宝钗家里当长工。宝钗是独生女，一直把阿亮当玩伴。长大以后，阿亮虽然长得一副过浪湾的欠揍倒霉相，不过工作勤快还算本分。至于宝钗，也许因为家境好，营养过剩了一点，长得蛮遵守交通规则，20岁看起来就像40岁。
几次相亲下来，对方经常把她当准丈母娘，加上宝钗又是独生女，父母亲执意要招赘，因此呢，终身大事一直没有着落。这天，宝钗父母亲一商量，就把宝钗跟阿亮叫到跟前来。听爸讲，想要招一个烟斗骨骨啊，阿伯佫会照顾你的翁婿，砖仔头砖仔尾行到头，结果安怎？你敢家己嘛知影？后来我甲恁阿爸参详啊，上届适当的人就是伫个咱兜。阿亮自细汉就住伫咱兜，恁两个为细汉接到较大汉，互相拢了解个性。阿爸袂唔对啦，伊阿伯绝对会听你的话。阿唔过，卖唔过啦，佫拖落去。阿爸甲阿母若过身的时阵，啥物人要来捧斗？阿母知影，你就是嫌伊生做无够缘投，不过缘投翁歹照顾，伫外口安尼花哥哥，到时你就麻烦。嗯，无伊个嘛吼。成亲，我安怎？你有意见啦？我无意见啦。上好你是无意见。你哪有冤哦？要我再死的！就这样，宝钗的父母选了个日子，就让他们成亲圆房。婚后的日子，夫妻也算恩爱。一年后，宝钗生下了阿比。隔年，宝钗父母亲相继谢世，阿亮重振乾纲的意识抬头了。也从那个时候起，阿亮变得爱吹牛，说大话。因此呢，人们当面叫他姑爷，背地里叫他碰轰亮。碰轰亮虽然畏妻如畏虎，但总想在儿子面前建立起做父亲的威严，因此和宝钗达成一个协议，宝钗要罚要骂都可以，但是在儿子阿比面前一定要给他留情面。只是今天宝钗似乎抓了狂，当着阿比的面非要碰轰亮好看。大丈夫男子汉啦，讲唔贵就唔贵啦。好，你真娘嘛，你即时甲我出去。出去，出去就出去啊！恁爸坦白甲你讲啦，互你借一天哦，我就想要阿夫人讲啊啦。你是咧讲啥？你给我讲一遍。无彩，你卖软土深骨哦。安怎？我就是吃你狗狗啦，无你是想要安怎？你讲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谁也不敢相信，碰轰亮竟然有胆说要离婚。不过呢，更让大伙儿好奇的是，阿亮要如何收场？只是任谁没想到，因为今朝的这番争执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好啊啦，为着恁两个安尼哦，我做工请做十几摆呢。阿亮啊！你认识唔对诶，夫妻嘛，从头拍从尾和，你知无？卖安尼直直挽回啦。袂啦，即摆离言哦，是伊家己讲诶，我想讲哦，伊欠我诶，用我诶，食我诶哦。离就离啦，你免讲遐侪啦。好袂啊，你看，伊搁讲即款话啦，你即摆哦，甲恁祖妈死死出去啦。出去就出去啊，阿伯啊，甲阿爸来去。等咧，阿伯啊是我生诶，是安怎缀你走？若无我。你敢有迄个正常生阿伯啦？阿伯啦，甲阿爸来去。你免笑想啦。无安尼啦，恁两个人哦，暂时分开半年的时间，你做你，你做你的过日子。哦，连法律上一句话是讲，我做分居啦，伯啊，我笑想真久啊。对，这是分居。我甲你讲哦，阿伯啊吼，互宝钗来带啦。你是查甫的咧，带囡仔较无方便啦，看到无？哎，安尼够有理呢。当然哦，每个月十五啊，你会使转来看阿弟啊。哦，我安尼讲哦，处理唔知有道理无？对，那好伯啊，处理安尼绝对对的啦。啊，对。我无意见啦，你啥时要走？我敢要你讲耍笑的是？会记得以前哦，你拢食我的，用我的，啊，后摆你是要靠啥？你免带假好水啦，免假包啦。你身躯这梳西装，敢那是我买的吼？哎呦，
行李啦。爸，啊，搁迄双鞋啊，刚刚嘛是我的。哎呦，提提去啦，提提去啦。你上好是哦，来三来五，甲你做嘛，趁着我来。别来做什么公亲，我来闹气闹大，好，赶紧别去。阿亮离家以后，很快的就在镇上菜市场找到一份清洁搬运的工作，每天从早忙到晚。他心里想着，有一天存够了钱，衣锦还乡，到时候呢，让村子里那些看他笑话的人，该嘴并阿嘴。还有宝钗，宝钗，您别回来了。阿亮，你回来啊？您别回来了，给您别出去嘞。啊，是是是。我多累了。安住了。阿亮，啊，你别笑声啦！哦，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啊，去收雪，赶紧等你啊！哦，我才变出来，你变过来变变来变等啊！哦，啊，我做袂用个啦，哟！好嘞，啊，想嫁想嫁呢！啊，你是不阿亮啊？是啊。在那个社宅附近，哦，啊，迄个厝内面的迄田园啊、厝地啊，伊自从这事拢真了了啊嘞。那呢？啊，伊讲哦，伊有五个囡仔哦，拢寄养伫个亲戚厝。可以哦。在可怜。哦，可怜。阿亮怀着梦想，憧憬着未来，计算着可以回去看阿比的日子，每天埋头工作。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，这一天终于到了。主任，嗯，阿玲啊，我想讲哦，明仔载要回来啦。哦，你要回来看囡仔是无？嘿，是啦。啊，我甲阮囝讲，我要做头家哦。阮若请阿你回去，阮囝咧下下个无面子啊。哦，安尼哦，简单啊，来来来，我这领西装裤。来，你拿着。啊，这内裤带你往身上拿着。设置有无？啊，我有这只领啊，啊，我这领怎？啊，足少伊啦。啊。好，好，这是错的。灯裤，啊，恁即马欠一只灯裤呢。灯裤，灯裤，刷袂起。这领怎好好个？啊，你都好早就坐出来了，你啊，知道无？哎，无啦，无啦，灯。哦，啊！你确实到老街呢。哦，哎，阿公啊，阿爸留一只落来，阿唔着紧切草。我还没有，我袂记啦。紧啦，袂记啦，手仔少哩啦。哦，老咧不输呢，一只十外万呢。哦，你写共保管好哦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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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你紧好转去啊啦吼，爱过来上班哦。哦哦，多谢恁呢。啊，哦，多谢恁。阿弟，你干嘛啦？好啦，好啦。人老谢阿叔顾咱嘞，我就是看伊故意这样。来啦，来来来来来来。谢谢哦，要不请你出啦，今天有囡仔了。哎呀，这猪肉我提给有囡仔吃。我这饼吼，是不早餐有囡仔吃哦。哦，恁兜个囡仔佚佗啦！我唔知要安怎感谢恁遮个，免阁讲啊啦，紧去紧转来，莫阁延长时间啊啦！哦，好啦，紧来坐。我带我甲恁两只鞋，鞋人鞋哦。我等我。
就这样，破洪亮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和市场里人们满满的祝福衣锦荣归了。当他走过街口，这才发现脚上居然还穿着那双破布鞋。啊，整身骨穿甲啪哩啪哩，还煞袂记得借鞋啦，搁当阿借，嘛歹势。嘿，啊，车拄好拄啊鞋店啦，入来看卖咧。人家说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，碰轰亮无巧不巧地走进了这间鞋店，竟然开启了他迥然不同的机运。这箱怎么？这箱300就好啦。300，太小的有无啦？太小的。好，小弟，这箱怎么？这箱送你80就好啦。80哦。嘿，我拢穿阿裤来，阿无这穿看卖咧。我来试穿啊。好。好。好来。来，一看一看哦，来。好，你看，好，麻麻袂输为恁定做的呢。嘿嘿，袂歹，袂歹。来，我看这双破布的，我看单条好啊。哎，你是等啥？迄古董呢？叫进来。好，是。叫进来。像我这款新运的哦，我来穿的鞋啊简单哦，这是阮阿公传哦，阮阿公呢。天条的古董呢，恁不报啊？歹势啊！歹势就会衰。我这双哦，算一百。啊？安怎？你有意见哦？报警察给你抓，准来古董。那太严重。这袂晓送，是4000的啦。4000的，唔知要给你提。哦。嘿嘿。哎，下油本钱啊重啦。三八啊，这鞋油哦，给我七鞋七六斤，朋友看到，我介绍来你这买，安尼唔对啊？这鞋不要，鞋也未使啦，你别人家搁要用的咧。你安尼哦，搁你话你知无？你听囝你，哎，老的，啊你的古董内面安怎啦？送你啦！啊，要送我？哦，嘿嘿。我操，比阮阿嬷的白脚布搁较臭，我看是假古董哦。哦，你一个唔食人啊，要食到要退，连我拜拜用的金钟规盘我退去。啊好啊，你甲你爸去啊，我永远会记得你的。你莫让我拄着，无我着你嗤笑嗤笑。我小蛋，哈，什么嘛？穿着一身行头，破洪亮回到村子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傍晚了。也许是近乡情怯吧，虽然才离家一个月，走进村子，阿亮心情突然忐忑起来，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。都是啦，啊！你要吃就买死啦！刚才你无死啦！啊，我的话咧，赵经理，这口话我讲呀，我过来捡话啊，哦。你干哪有咧喊救人？快起来，快看卖！啊，
我这边。哎，阿郎嘞。啊、这是十二鬼啊！啊，人做做，我有惊你一跤呢。啊，不要啦！不管是情是理哦，救人是要从啥？不要啦！你今朝嘛爱去。阿伯仔，我回来了啦。伯仔。伯仔，你回来要做啥？啊，今日十五啊，啊，咱不是讲好啊，我要回来看阿伯来。啊，阿伯来嘞？去读册还袂回来？哦，啊，无我到这等阿伯来回来。免啦，无代志，紧转去啦，看你遐狼狈哩。啊，我著回来到庄仔口，宵夜开啊底啊。我著去开底哦。嘿，啊，今仔日就十五，拄好满条，啊，你哪无饮食啊？哈，哎呦，哦，你搁缀人流行哦，穿迄落一脚鞋啊，笑死人了，你讲。我咧烧到开啊底，鞋子又流行只安尼。好啦，免再碰风啦，无代志会使转啊啦。哦，我来转啊。嗯。嘿，无啦，这是要阿伯来。还阁有啦，这布袋戏红啊吼，阿伯也当爱耍啊，会去摕予伊呢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免啰嗦啦，转转转转啦。哦。嘿，阿弟，我跟你讲哦，个人后摆要转来时哦，穿啊体面的，唔通安尼哩哩啷啷啦。我本来穿足漂皮的，哪会知变安尼啦？好啊啦，讲遐拢无效啦，紧转啦紧转啦。好啦。下气下气。我十五要搁转来哦，啰嗦哩！阿亮一路走回村口，心里懊得半死。要不是那个女孩子跌到河里，要不是自己鸡婆，也不会弄成这样的局面。连一双新买的鞋子也落了单，真是掏心掏雷金。殊不知那只失落的鞋子呢，即将掀起一阵风风雨雨。阿亮忍不住把自己的倒霉事说了一遍，当然他没有忘记把救人的事加油添醋碰轰了一番。阿吉听得一愣一愣，很难相信世界上的倒霉事情怎么都发生在这个陌生人的身上。我看你哦，你实在衰到袂当搁再衰啊啦！啊，想叫咱要家暴死好啦，对无？哎，这双鞋啊，搁不只新的吼，新的啊，你有介意哦？啊，无送你做纪念啦。要送我？哎呀，蛮好嘞。无听着吼，迄阵工我阁跳一跤吼，来个到处响哦。安尼嘛是好啊。你稍等，你稍等。你送我吼，歹势啦。这啦，我古堡的吼，送你啦，啊，算作交换啦，你好无？安尼嘛好，无伊个嘛好啊，猛进猛进啦。安尼吼，阿伯，咱去啊。行。行。各位，今仔我请大家来，就是要感谢各位将我的查某囝阿珠送去白衣。阿哥，阿伯，
来，一条小意思。哎呦，太谢了！哎呦，慢点叫啦！来来来。啊，对对对，来来，好啦，这小可大姨头必着爱安尼呢。是啊，啊，搁有啦，我要搁拜托大家来斗三工，找出救阮阿祖的迄个温情人啦，吼。是讲哦，迄天阮赶到遐的时阵哦，就看到阿祖倒咧溪仔边啊，也无看到其他的人啊，你讲对唔对啊？是啦，啊，敢毋是阿祖伊家己爬起来的？下面哪有可能啊？迄天哦，你看脚踏遐就倒咧遐。啊，阮是听到有人喊救人，啊，阮才赶过呢。是啊，是啊。那咧，这个人实在是真难得，做好代无爱防灾。那出来这种好人，咱更加爱让大家拢知。对对对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一定要把迄个人爱找出来啦，吼。嗯。这脚鞋啊，敢会迄个人个？咱哦，按迄双鞋啊，甲找起着了。嗯，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咱怎啊办？也毋过，伊既然做好代无人知，恐惊伊嘛无愿意出面。安尼啦，好伯啊，你替我宣布落，我提供十万块，答谢伊救我的查某囝。十万块。十万块。而且，伊若还袂娶某，我拍算收伊做我的囝婿。张网社寻找女儿救命恩人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村里村外，十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而且当了张网社的女婿，岂止少奋斗20年，简直一辈子都不用奋斗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事隔两天，神秘的救命恩人果然出现了，不过呢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群。刘梦霞，内底迄双鞋甲摕出来，互每一个人试穿看卖。倒一个穿会下吼，问伊讲要一脚伫倒，问伊讲倒一间鞋店买，咱去查就知影啊。阿姑，好个，去将迄脚鞋摕出来，互阮一个一个试穿。是。求水啦！求啥物水？拜托啦，搁穿一遍就好啊，我一定穿会落啦，搁一遍机会啦。一遍啥？这场世袭招亲在村子里沸沸扬扬闹了好几天，来人不是脚大小不合，就是说不出鞋子哪儿买的。即使说出鞋子哪里买的，向鞋店一查证，却又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一个礼拜以后，几乎连前后左右邻村的男人都是骗了。却始终没有这个鞋子主人的消息。唉，应该好试嘛试过啊，无该好试嘛试过啊，啊，今仔是要安怎办啦？有可能哦，唔是咱这种的人呢。唉，我真肯定，伊一定是咱这附近的人。恁甲想看卖咧？卡输伊，若毋是咱这附近仔的人，迄条路遐偏僻，伊哪有可能行位遐过咧？你安尼讲有哪有道理啦？不过我大家吼，拢四界拢找透透安尼。啊，我收到啊啦！迄天阮找到阿祖仔的时阵吼，我有听到一种足奇怪的声，讲我的鞋仔咧，我的鞋仔咧，我的……嘿，你莫胡白讲啦，好无？我哪胡白讲？阿祖啊！你敢真正一点印象都拢无？我干那知影，我唔知影谁跋咧水底。啊，我咧拍木梢的时阵，伊就敢那位天顶降下来同款，一下给我破咧。
然后我就听到伊甲我讲，七家兄甲我提咧，伊就搁跳落水底啊，啊我就昏去啊。清醒的时阵，我就已经伫咧病院啊。我画过画图，我就凭我的印象甲伊画落来。啊，毋过伊的面我看无清楚，画袂出来。我知影。你知影？你是要讲啥？是神仙救阮阿祖阿爷？毋是神仙，是水鬼啊！你一讲我才想起来啦。较早有一个传说吼，讲有一个水鬼啊要找替身啦。啊，结果有一天吼，有一个有身的妇女人经过啦，啊，水鬼啊吼不忍心一尸两命啦，啊，全放因煞。后来吼，阎罗王知影这项代志了吼，就给伊做新王爷哦。你是讲，可能这个水鬼啊，叫阮阿祖要做功德？那安尼，对啦，一定是安尼啦。啊，那咧这脚鞋啊？哎，这块鞋啊，看起来遐新，无你看伊出山的时阵，应当该穿惯啦。对啦，绝对是安尼啦。啊，不过伊提这块鞋哦，阿祖啊，是啥物意思啊？哦，我明白啦，爱收香火啦。这我毋捌听过，阴鬼收百年香火，就通修成正果。对啦，啊，不过哦。这下要安怎办？众人讨论了半天，既然这个水鬼不知名不知姓，想要给他立个小庙是不成的，因此决定把这只鞋子供到有应公庙，让大家膜拜受香火。村人们奔香走告，一时有应公庙香火鼎盛。陶姑闲来无事，义务当起了庙祝兼解说员。至于鞋子的正主碰轰亮，却不知道村子里发生了这般非比寻常的事。说来也是运衰，这么一个咸鱼翻身的好机会竟然擦身而过，所幸在市场里他还是相当受人赞赏。原因无他，因为碰轰亮的碰轰可不是随便叫叫的。当他一身狼狈面对一脸怒容的主任和菜贩们时，他凄凄哀哀地把村里那条小河形容成日月潭，阿朱变成帆船落水。既然是帆船，那么救的人免不了要多救几个。巧的是呢，第二天日月潭真的发生了帆船事件，彭洪亮立刻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。在大家赞叹里，彭洪亮每天忙碌地过着日子，唯一担心的是下回人家还愿不愿意把行头借给他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很快十五又到了。主任，哎，你等。主任，啊，恁来从啥个啦？免讲，要回去看囡仔对无？顶摆我哦，顶摆不要紧，哦，你看，这届物件拢给你穿好啊，哦，只要西装、哦，鞋子、长裤，拢给你穿好有好啊。啊！你即届你着顺顺啊行，好好啊行呢。哦哦，知啦，娘。顶届手表是假的啦，即届是真的啦。哦，即届吼，在你要安怎，进进也袂要紧，拢袂要紧。哦哦。我再搁有一款小的困难吼。来来来，这我伴手吼，你早点给囡仔。哦哦。好来，立正，敬礼。哦，敬礼。我来等下，顺行。好。彭洪亮在大伙的友情赞助下，再次激发了衣锦还乡的豪情。只不过上天似乎特别爱跟他开玩笑，衰运的他又出事了。彭洪亮再度风风光光的回家，他心想这回就是亲爹落了水也要脱了衣服鞋子才救他，心里想着想着就走进了村子，冷不防天上一个闷雷，稀里哗啦就下起大雨来了。彭洪亮千算万算，就是算不到会下大雨。啊，无大无小，搁落这个雨啊！啊，规身躯搁澹糊糊啊！我害啊我！哎。
嗯。啊，哪样呢啦？奇怪。托哪？啊，阿杜，落雨啦。落雨？我看你咧着济啦，落雨。欸，拜托你一下好无？后摆你若转来哦，较清气想的好无？莫安尼，逐摆拢安尼淡糊糊啦。我哪会知影落雨啦？福彩，啊，咱阿伯咧？阿伯啦，伊今仔哦去老师兜补习，袂转来啊啦。哦，爸，这红阿咪要阿伯来算的啦，得去啦。无代志，紧转啦。哦。无来啊，你啊！啊，这油印讲啊，庙到时会变只红啊。是不是欠一卡？我知一道，我知一道，咋了？你先停下来呀！我说等一下，下去。坐定，阿哥啊！坐定，你看，一卡加一卡是一箱的。哎，真正是一箱都对啊！阿杰啦，啊你都咧收歹东牛舌，哪会去穿新皮鞋咧？阿哥，恁哪咧讲？啊，这空气污染计个，你也察觉我手指要倒倒一边哦。啊，若听你安尼讲，阿祖唔着你救的啊？我救阿祖，阿祖一下。一刹那间，桃姑脑海里转过无数个念头，鞋子的主人竟然是自己的侄子，鞋子的神话眼见就要穿帮。这样一来，自己在村人们心目中崇高的地位不保不说，香油钱也没有了。桃姑心里有了计较，于是她把张网社悬赏救女恩人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安尼，我问你哦，你有想要领另外往下那笔奖金无？我当然嘛想啊。啊，你有想要做另外往下听赛无？卡水那个电话哦，安尼上好个啊。嗯，安尼好。嘿，啊，不过吼，就算讲我相信你啦，但人嘛不一定相信啊。安尼是变安怎啊？我看你都故意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来，你先过来。啊？阿桃啊，电话中你甲我讲，救阮阿祖的人，就是伊哦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阿牛啊，后背，将伊给伊试穿看卖。是。好。哎呦，你甲看啦，敢若趁机去拍到毒蛇，佫怕无？啊，你这鞋仔是倒有买的？伫夜市仔买的啦，啊，倒一间，我袂记得啊。那这无关系啦，重点是你是安怎把阮阿祖啊救起来？这其实讲起来，人唔是我救的啦。啊？人唔是你救的？啊，哪里这鞋啊哩？这代志是安尼啦，啊，就迄天我驶我台铁牛车吼，
啊，经过咱庄仔口迄条路的时阵，哇，远啊吼，啊就看到阿祖伊活在徛在内去啊。啊，远啊！哦，足远的哦，差不多有200多车远啊。遐尔远，啊，那恁俩怪会好救阮阿祖啊嘞？这啊，这奇怪代志吼，就刚要这时阵发生啊。啊，都突然间吼，我双脚呢浮起来，啊，然后敢那飞过去，啊，我都唔知安怎，就到徛在遐。啊，我搁唔知啥物代志，我就将阿祖摸往旁边啊。哦，一定是鬼神界斗相共的呢。对对对啦，那咱张阿霞吼，平常时做人吼都足很恶劣的啦。嗯。啊，搁善事做遐尼啊多吼，所以吼鬼神才会保庇伊啦。好好好，啊是讲你来将一脚鞋留伫阮阿祖阿遐。啊，我嘛唔知。啊，就敢若明明之中有人叫我安尼做的啦。啊，阿弥陀佛咯，这一定是吼是天公伯阳吼咧保庇神灵啦。无啦，其实人吼，真是毋是我救的啦，这应该是这脚鞋啊，我唔敢穿啊，我嘛无啥物功劳啦。这，你免遐尔客气啊，人嘛是共款咧救的啊。啊！若这双新鞋啊，我想水鬼神明要受香火，这嘛是有可能。安尼啦，咱搁啊车转去庙内服侍起来。啊！若你吼跟我来去，我介绍予咱庄仔头所有乡亲熟识，你这大英雄。我行啦，无啦，好，来去啦，行啦，我行啦，迈啦，我。救人的英雄越是谦虚，村人们越是钦佩。这双鞋子的神机在陶姑的渲染下又在村子里掀起了一次高潮。至于阿朱对这个救他一命的英雄更是崇拜不已，尤其阿吉西装一穿，头发一梳，胡子一刮，俨然翩翩公子，而阿朱也已经将他视为托付终身的人了。而网社更带这两个人到庙里谢神，并且禀告将要让两个人成婚。小两口三不五时手牵着手同进同出，接受大家的祝福。而倒霉的阿亮淋了一场雨回来大病一场，不过即使在病中，他仍然没有忘记要把西装行头弄湿的原因交代清楚，更让大伙儿为了他下一次的探亲做了安全防护的准备。不料呢，却因此让阿亮歪打正着地寻获了他的鞋子，而掀起了漫天风雨。哦，我猜我准备到安尼，这无落雨啦，啊那无穿哦，规身躯压个重大雨，这摆妥当啊！哟，俺等下就面酒啊，阿伯啊，您别等嘞。做的是啥呢？原来是碰风凉啊！阿兰，我没来恁。嘿，你即马已经离言，你搁当作遮恁厝哦，哈！我当时离言，你莫在后边讲诶。啊，你是咧？好话啦，你一人拢减讲一句啦。阿爸。阿斌啊。阿爸。哎呦。阿爸。喂，阿斌啊，阿爸在修理诶呢。妈妈在修理。哎呦，乖。阿爸给你买一支枪，给你算哦。那，去。多谢阿爸。哎呦，乖哦，阿爸小姐，来，乖哦。哎，你阿爸来，阿爸去的啦，叫到遐尼轻，人工哦，唔知要叫啥阿爸，佫唔知的啦。你讲什么话？你要再我讲一句？卖讲一句啦，啊，再讲十句啊嘛，同款啦。人工报菜叫何样？阿斌要叫啥阿爸？啊？我袂记得阿爸的。乖，你听好详细哦，莫在阮囝面头前甲我侮辱。哟，安怎？哦，正妖歹哦，哈！我伫恁囝面头前甲你侮辱，无你想安怎？哈？你想安怎？来啊，有材料你来啊！哈，吃啦吃啦，有快无？哈？哦，我甲你拼啊！你没有义气。快点！
南门。我跟你拼啊！呀呀呀呀呀！我跟你拼！我跟你拼！这该帮你说，啊，你嘛唔知死我哈！来吧，再见笑，听。小杰，你别跟你拼啊！杰西西，大家走，快走！慢走，慢走！哎呦喂！哦，哎呦喂！哎呦喂！阿亮，你完了！谢嘛！爸，你有安怎无？阿斌啊，乖哦！阿爸无路用，阿爸输人啊！阿爸，你娘呢？你拢何里泡澡啊？阿爸问你。你敢会叫别人阿爸？我敢那爱阿爸你。阿伯啊，阿爸要来走，娘阿爸无机会通阁看到你。阿爸，你慢走。阿亮啊，你等下礼拜出来，我甲你拌药啊，好不？唔免啦。看我安尼两杯，你欢喜啊？我袂来走了，规身无你甲查甫人耍，安尼你欢喜无？我袂来走啊！阿亮，阿斌乖，乖哦。阿亮忍着一肚子眼泪和委屈，跌跌撞撞走到有应公庙。天色已黑，庙里空无一人，他奔进庙里。跪在神前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云公配啊，我求你了，我的命来这么歹，天公配这么无公平。我自细汉哦，就咧宝钗因家做长工，拢伫这伫咧看我。你嘛是看我大汉的，一摆舞到，阮囝去叫别人阿爸，安尼我足艰苦的。你免讲，你若是有灵有声，你目睭闭好起，你替我讲一句啊公道话好无啦？你免讲。我求你啦！我求你啦！啊，这个我的话，那是谁个和尚在这里拜啦？我的话。啊！靠！甲你落牛车尾后，敢袂听见？歹势啊，甲你吵着了。哎呦，胖娘啊，你是要死啊？紧甲身体放落啦！啊，若无吼，得罪幽灵公就唔好啦。嗯，啊，这话我的啊，啊是谁人在你这咧服侍啦？紧甲放落啦！啊，若无你做嘛是唔放你煞哦？啊，足奇怪呢，话我的啦。你嘿小弟头弟头呢？啊！我想到啊啦，我就是借你的铁锅走的有无？啊，我把这卡回转送给你啊！嘿，这回我的，你问伊，你问伊啊！你咧讲伊啥话？阿杰啦，甲我斗三工，把伊的鞋摕落来啊！阿哥，阿舅，我。杰啦，鞋是我啦。是我的啦，啊，你也真奇怪啊！你。我啦，阿杰啦，甲我斗三工啦。
无啦，阿叔，我的，啊你，你是故意的，你让我，咱莫抢啊，胖娘，你敢确定这双鞋是你的？我的啊，我敢会骗你呢？那安尼，麻烦你带我来阮家。阿叔啊，这鞋是阮的啦，等下再讲。谢啦。哦。你会当用骑脚踏车，啊手抓悬，参像你迄天哦，有桥一定跳落来迄款。骑起来，哦。嘿，是，是不是安尼啦？安尼。三手神，动作嘛有神。你会当家己求我经过，讲这个给我听无？你想怎？我阿多枵啦。刚才讲嘛，来坐啦坐啦，坐到当家，做你家外紧啦。林家呀，嗯，对啊，你讲哦，我今日行到酒店哦，啊，今日比较矮个哦。啊，我吼要甲伊叫啊！你甲伊食这些，你要等个时阵哦，我就叫人甲你包一包，你带转去啦。歹势啊，互伊看到，我是要坐等阿阮囝阿爸食啦。嗯，对啊，我讲阿叔，好，我想着啊，我来叫到推仔仔甲你叫哦，我是人足热心的啦，我好心的，我专门咧叫人来啊，我嗯。这就是救我的英雄，是阮阿爸要招的囝婿，我的翁。这双鞋你看卖咧，是不是在恁遐卖出来？哦，对，这顶个月十五卖出去。你来记较清楚。哦，你有看过人来买鞋啊？连我拜拜用迄金蕉规盘花摕走的。啊，那恁这个人，你若搁看到，你感觉搁会认？当然会认的。伊就算化作夫，我就会认的。伊搁摕一双破布鞋，讲是古董，拄我二十块嘞。拄甲二十块。嗯啊。阿爸。阿珠啊，啊你问遐安怎？应该是无问题。哦。不是我啦。哦，下油要长啊，啊搁爱卖啊。连我让人客用的下杯啊，你也给我摕走。上苦的是连我拜年讲用的金蕉，你也给我摕走。头家啊，你肯定就是伊。哦，我保证就是这个物件人啊。若是伊就好。才一点仔小意思，予你做假老公啦。我劝你一句话，莫去予这块物件人予你骗。我来走。算计哈。你敢卖去的？来啦，遮坐啦，坐啦，坐啦，哦，好啦。即下我肯定，你就是救阮阿祖的运情人，大家拢叫你破红娘哟。是啦，大家拢安尼叫啦。我搁知影，你甲宝钗已经分居啊。一言难尽呐！我已经找你真久啊，找我，来，你找我梦诶？谁唔知影？我周梦霞是一个讲话算话人，我有讲过，若找到叫阮阿祖诶温情人，我要给伊十万块。十万？嗯，来，你要给我十万哦？嗯，啊，搁有，假使伊若无娶某，我要招伊做我诶囝婿。搁要招？彭洪亮是乐昏了还是吓晕了？飞来的鸿福他会拒绝吗？任谁也想不到彭洪亮竟然会做出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。找到真正的救命恩人，阿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心目中的英雄原来是狗熊，而怎么看都像狗熊的却是英雄。
且不说这些日子来和阿吉已经产生的感情，一个女孩子许给阿吉已经弄得村里村外人尽皆知，现在又要招赘碰碰亮，人家说好马不配双鞍，一女不是二夫，往后叫她人前人后怎么抬得起头来。阿朱越想越哀怨，却没有注意到脚下的石头。阿叔，对我讲啥？你莫安尼行来行去啦，行来行去哦，我头壳好食到拢去啦，坐车讲啦，好无？下来，下来，哦。好白啊！哎，你看啦，啊，即晚安尼是要怎办啦？都是问伊的意思才讲啊。阿吉啊，你讲。我就是安尼啦。阿吉啊吼，这边真正去救了阿珠啊啦，啊，所以当然这么爱。你敢惦去？我无咧问你。阿吉啊，你讲啊，你心内到底是安怎想的啦？我无。啊，有啦，我是想要吼，啊，就。到底是安那？你紧讲啊！这钱我会使无害是袂？阿吉啊，你是咧起痟哟，还是头壳歹去啊？你掂掂啦，等下来你又歹去。阿吉啊，你继续讲咧。我知道以前是我唔对啦，哎，也唔过，我是真正去爱着阿珠啊，啊，我若看袂着伊吼。我就拢足想伊个，我唔该，我会行去溪边遐行行，啊，想袂到阿珠我伫遐啦。所以你活得正拄好，去救着阮阿珠啊遐。是啦，啊，阿伯，如果若无阿珠啊，我无想要活落去啊，我求你将阿珠嫁我啦。阮阿珠免嫁你。啊，是为虾米嘞？阿爸。阮阿祖免嫁你，因为伊是我的姑查某囝，所以一定爱用酒的。用酒的？凤凤娘，啊，你拢有听到？你敢有啥物意见？吼，酒哦，嗯，嘿嘿，阿吉啊，红酒哦，我寄来恁啦。我甲你讲吼，你温室无一生的啦，惨啊啦！凤凤娘，你这是咧讲啥个？啊，无啦，阿吉啊，你着听我讲啥酒着？我甲你讲，你妥当啊，坐咧食，倒咧放，迎先生啊！阿吉救了阿朱的事情，意外的并没有渲染开来，倒是碰轰亮成了村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。宝钗当然也知道了这件事情。阿母，我唔是讲过，你甲阿爸干那像一脚鞋仔转来呢？想袂到伊会做这款代志。嘿啊，阿爸是苏阳文的。阿伯啊，阿爸吼，即摆是大英雄啊！啊，伊即摆转来，咱卖搁放出去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好。我知，我知，大代志啦，唔好啊啦。好，啥物代志来？甲咱讲啦。啊，着恁迄个碰红娘的无？伊，安怎？伊讲啥？你紧讲啊！伊讲哦，要来遮甲你签字，正式离言啦。啊，离言。乍听到阿亮要提出正式离婚，宝钗刚才的热气像是兜头一盆冷水都凉了，往日对他的颐指气使一一浮现在眼前，现在他要提出离婚，自己有什么话说呢？阿伯，你哪把伊外地人了啦，乖。你今麦才知影我耳仔歹啊！阿斌啊，你阿斌
去读册啦，明仔日就转啦，明仔日就转啊。来，把我放落来。各位乡亲士大，我今日邀请恁来，就是要叫恁甲我作证。你是要创啥？我要甲你立言。哈、啊，你看我立言？你真是都袂滴阮两个啊，是？唔对。吼、哦，碰碰娘，你办啥物哦？连碰碰都碰见吼，你无好死啊你！张旺祥，啊，像这种人，你要搁予伊做囝婿哦？好白啊，无你嘛讲一句啊公道话咧。卖急卖急，继续看啊！公道哦，自在人心啦。大家吼、哦，等下你就知影。那李延书，签。阿娘，你签了。好，我签。凤凤娘啊，你介无情啊你！像这种人会救恁阿祖啊？我真正唔敢相信啦、啊。害你！这款人哦、啊。点起！你就你啊，要讲啥哈？凤凤娘，阿哥有啥物话通好讲？各位乡亲士大。我即摆甲宝钗已经毋是翁仔某啊，希望各位搁再度一摆甲我做见证。阿牛，起来！我碰红娘啊，伫遮向宝钗小姐求婚。宝钗小姐，我是诚心诚意向你求婚，你敢肯嫁我？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顶一摆我是予恁招，我无法度选择。这摆我是真心真意伫咧爱你，我选择你。你嫁我好无？你若袂答应我，我就跪伫这唔起。你讲的是真的？真的，我真正咧爱你。各位，安尼毋是真完美的结局。为着这个完美的结局，胖虎娘，虽然我无闲收你做我的囝婿，也毋过我收你做我的客囝。敢真正？真的？客伯啊，客伯啊！客伯，我是你的客囝吼。嗯，我讲我都分你的财产。啊？两对佳偶的婚礼同时举行，整个村子喜气洋洋。最高兴的是阿比，因为能够参加父母婚礼的人实在不多。